菲菲行不行？绝对有问题。我们的舞蹈篇来到第二集啦。那第二集的话，其实距离我们第一集中间将近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因为前面我们是先把一些团体的基本动作先练起来，然后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的排队型时间了。因为我们是七个人的一个大团体，那大团体的情况下的话，要全部到也会有一点点困难。然后再加上呢，每个人可能在学习上面或者是领悟力上面，每个人也都不一样，所以要把大家召集起来，一起把这个队形全部练起来，花了一点时间。但是绝大部分我们的歌的后半段的队形已经差不多定型了，接下来的话就要把前半段给弄起来，希望可以在今天这集呢，把前中后的队形全部都搞定，然后也让大家顺过一遍，大家不会打架啊，然后动作要记熟啊，然后这些在今天弄完之后，在下一集之后就会比较偏向于雕动作。还有会问一下大家在差不多进入到这首歌的尾声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感想。那今天的话就主要先把队形全部都搞定，然后也会稍微问一下我们的团员们，就是从第一集到第二集这中间的练习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会不会觉得很自责，或者是觉得今天这首歌就是没有什么问题。好，我们今天也可以来好好问一下大家的心情咯。那我们就 go go go。这个时候的我是单独的。你为什么自己一个人？因为那一 part 只有我是面对前面的。这感觉很羞。没有很羞。因为他们都背对了，这一 part 我就要自己来，而且我可能要学一下对嘴，不然会太干。对了。Hello， 我是小莫。好，现在练舞练了一个多月了，感觉自己有没有变厉害了？我觉得自己变帅了，然后有节奏感好一点点啦。但因为我是舞蹈白痴嘛，等于我是从零开始，然后其他的朋友们就比较有点经验，所以就会觉得要加油一点。那现在你对跳舞有一点自信了吗？有哎，其实还是有进步啦，好不好？我再努力一点。好，经过上次拍摄已经过了一个多月了，感觉自己进步到什么程度了呢？50。嗯，那你自己负责的 solo 部分？应该还行，只是就是因为他们其实每一次的影片上面的 solo 都长得有点不太一样，所以我还在想说要跳哪一个版本会比较符合大家，有个人发挥的部分。对。嗨，大家好，我是夜鱼，我现在要等摄影师来访问我问题。经过一个多月了嘛，你觉得你有进步吗？零啊，零，就是会肢体动作而已。肢体动作，对，会肢体动作。所以现在就算放了音乐，你已经跟得上了吗？节奏跟得上了吗？动作准不准确，先不要讲。哦，节奏跟得上。节奏跟得上，很好，那 OK 的。昨天凌晨有洗头？对，我昨天凌晨4点打吃鸡，打了一半，想说不对吧，跟瑞比要拍影片，我就跳起来洗头了。好 ，OK， 大家要看你表现啊。Yes， sir， 拜拜。左右甩手，左 and 右。我小英，嘿。练舞到现在有遇到比较困难的地方吗？你是说这支舞吗？对，这支舞其实还好，我觉得大家其实蛮有慧根的，学动作也学蛮快的啊。那你觉得现在大家的进度已经有几分像了呢？
七分吧，因为我们队形跟动作都已经拍完了，接下来就是大家把它练熟一点，然后态度出来就好了。嗨，大家好，我是Nidy。好，现在这支舞从一开始到现在已经隔了一个多月了，有遇到比较困难的地方吗？我觉得还好，比想象中简单很多。我本来想说会很难，结果学一学觉得就是一些地方再雕一下，其实它跳起来就很帅气。那你觉得现在大家的进度已经有几分相似，跟原版比起来？除了脸以外，应该八分了吧？哎呦，很高的评价。我觉得 OK 啦，蛮简单的，蛮简单的。只是重点要跳得帅，然后要放得开，要觉得自己就是全宇宙最帅的人，那就可以跳得很好。从上次录影拍摄到现在已经隔了一个多月了，你觉得大家的学习进度怎么样？其实我觉得大家学得还不错，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只上过几次，然后大家都很认真练习，每次我们都会约练嘛，然后大家练习的时候都自己很认真，然后这次我们今天刚学完动作，然后再雕一下，所以我觉得应该还不错，应该成果可以。这次我比较困难的地方是在哪里？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大家都记得动作，但是还没有看过大家真的就是耍帅的那一面，就是大家表情，就是这边是我觉得后面会再加强的地方。以上的话就是我们这一次第二集，然后把所有的这首歌的队形都排出来了，但我们还是会有一些动作可能要再雕一下，或者是说还没有那么到点位，因为像我有一个旋转那边的点我还没有抓得很好，我总会慢大概半拍，但是半拍就会差有点多，所以这我可能自己要稍微抓一下那个节奏可能会到哪个地方。然后接下来我们可能会进入到就是雕动作跟开始服装的定妆了，所以在第三集的时候差不多会是让大家看到我们可能会把一些动作雕得更仔细一些，对，就是可能每个人都要跳给对方看，然后哪些地方要跳得更精准或力道够出来才能像男舞嘛。所以这一次还蛮开心，在第二节的时候把所有的队形都弄出来，而且大致上大家都有跟到，而且在一些团体上面的动作的时候也都做得挺 OK 的。那再来我们就要进入到雕动作了，因为毕竟我们时间一步一步逼近，我们快要把我们这次 MV 给拍出来了，那也希望就是我的团员们可以好好的
表现，让自己帅帅的。然后其他时间的话，就好好先休息一下了。然后到下一次练舞的时候，也可以再好好的展现出来。好了，那以上的话就是我们这次第二集了，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们更多的鼓励，我们会好好呈现这支 MV 的。好的，那还没有订阅的，记得赶快订阅，记得开启小铃铛，别不会错过任何一支影片了。那我们下次再见喽，大家拜拜。记得到图奇搜寻 RABY7721 瑞比列车长，也欢迎大家追随和订阅，订阅者可以进入 LINE 群组一起玩哟。